金河，你的命是我的，在我找你报仇之前，你不准死。启禀王上，先前被关在吴王窟的万花谷一灵师突然间倒下了，可能是吴王窟太冷，他们身上都结霜了，我们已将他们带到广场。胡王，我和空明先生去看一看。 你有解药，这不是解药，是我研制的延缓毒发之药。来人，把这些药赶紧分发下去。是。先生，你没什么话要对我说吗？ 寒霜是林苍兰研制的，你为什么会知道如何压制？不是林苍兰，是仙师研制的寒霜，而种下的霜花，全部都是我送去万花谷的。那时候我还是仙师的大弟子，奉命定期前往万花谷。 世子与我，皆不是饮酒之人啊。秋风知己，可以。知己，也是。你我都是傻子，心结当前，全然无法冷静的面对。哎，不过我可比你糟糕多了。这世间，多少生灵的性命。 都因寒霜、阴火而变得如此坎坷。你错了，如今的种种不是因为你，是因为背后操控寒霜的仙师，还有那些阴谋野心。我认识了空明强大、果断、勇敢，掌控大局。没有你，就没有今天的北渊。如今大家汇聚在北渊，一切都在循序渐进。 很快，我们就会让那些阴谋、暴虐、背叛付出代价。明日一事，不要迟到。知己。
世子不必客气，父王身体虚弱，若不是有你在，代为处理大小事务，北渊早就乱套了。只是你这般废寝忘食，我担心你身体受不了。不如今晚就早点休息吧。没关系，这段时间来北渊的众仙与日俱增，顺德却频频的派人阻碍。如果不尽快将他们安置好，恐怕会乱了太平。看来父王说的没错。 青瑶平日里也不该怠慢，该向世子多学习才是。仙师的修为深不可测，单凭我们北渊现在的力量，想要与之抗衡还是不够的。我们集聚众人之力，想要尽快的进攻仙师府，还需一个极有威望之人前来助阵。 你什么意思？难道我舅父的威望不够吗？胡王认为，青羽鸾鸟如何？青羽鸾鸟，他逃出来了。对，我被囚在万花谷的时候，他破了十方阵。若是这青羽鸾鸟肯前来助阵，那我们北渊可真是如虎添翼。届时四方仙友势必会打消顾虑，会有更多的人前来投奔。不过。 我与这青羽鸾鸟早年间打过交道，他的性格古怪得很，不知他是否愿意啊？不错，自从他离开万花谷之后便下落不明了，如今想要找到他，的确不是件容易的事。从此，乐游山的山水星河永远只属于你和我。或许。 我知道他在哪儿，我愿意替北渊走这一趟。